第七十四节，这本书与可能的书，赛斯的石像。在我们这个版本的地球上，这一版的真写出了属于他的未知的石像。这一著作对于这一版小我的真来说，确实是他唯一的亲生。就像之前提及过的，赛斯并非一个个体，他是一个很大的意识群体，是赛斯们。而作为真的鲁伯也不是一个个体，不同的鲁伯同时演绎着不同的真，但不同的鲁伯与不同的赛斯确实又是本自一体。不同或相同的赛斯在辅导着不同的鲁伯完成不同真的一生，有些真写出了不同版本的未知的实相，有些则没能写出。未知的实相在我们这个版本的地球上是两卷，但我见过的至少有六卷不同的版本，他们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被在不同的地球上分享着。我也不是第一次撰写这一解读。这里涉及到非常烧脑而困难的认知，因为它触及到了我们思想的底线。当世界的唯一真实性及唯物性被多重性实相的真实性重创时，很少有人愿意接受自己不过是万千克隆副本中的一个分母而已这一事实。自己被如何的高估，就会同等的沮丧。意义与价值感被严重削弱的同时，你还能一如既往的全力以赴吗？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自我意识营造出来的空间中，跟随着某一被选定星球的历史剧而生活着。与此同时，我们的内在自我意识如果进入 2.0 以上的版本后，可以开启多核处理模式，由此同时生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视场景。当然，你的载具也要能支持进阶后的算力需求。一个角色人物是否能体验与感知到新纪元的福音，需要在四个面向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一，知道与认同大幕后的多维实相体系，理解与渴望展开更广阔领域与面向上的探索和经历。二，在小我角色的载具层面上，70后的载具本身都已经是新纪元的改良版了，但是内核驱动程序的升级从90年后才陆续被开启其选项。90后的载具拥有所有新纪元所需的软硬件指标，但都是默认的飞行模式。在多年的使用过程中，多数人因自己的情志淤堵、作息混乱、饮食纷杂、药剂乱入，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自体以太场和静脉电磁流、意识流的损伤。这种内在能量流转的卡顿、脉轮的闭塞、经脉中能量的太过或不足等失衡状态，导致在连接宇宙能量波时会形成内在短路，火花四溅，滋滋冒烟，意识数据流一大就开始发热、卡顿甚至熔断。所以清理、端正、疏通、扩容、整合、连接自我内在以太脉管、经络布局，重新分配、规划、运用自体能量流转路径，重启九层脉轮的相互协作，扩容内在蓄电池，并连通天地间的无限场域充电模式，这些成为修行中的初期起步重点。三，小我外在自我意识与内在自我意识的协作与整合，这里涉及到小我的自由意识与对高我生命蓝图的无条件臣服，对热忱的跟随和愿望与行动的统一。如果一个组织内有两个团体不断相互扯皮，形成牵制，那很多事就只能长期搁置，毫无进展。内在自我意识的渴望、灵魂的初心、高我精心安排的生命蓝图与小我角色的家族业力、守旧父母的期许制衡、婚恋配偶的意识频率高低差别、五子的资本驱动、房子、票子、车子、孩子、妻子，是否形成抵触呢？是又不是。人生本就是来体验这一角色历程的，四大皆空的人生，您下来干嘛呢？
就好像是一个演员到农村去采风，您要是不下田去干活，跟老乡一起蹲在土缸上吃面，在羊肠道上开拖拉机，跟村里的小伙说荤段子，那你压根儿就没能了解与理解那一方水土中蕴含着的质朴与躁动。但要是你也跟着村里的二狗去踹寡妇门，偷瘸大树的瓜，在大集上用臭鸡蛋坑骗外乡人，你就忘却了自己曾经是一个大学毕业的演员。活在世间，莫离良知。四，运用之妙在于守熟耳。前三点，知中正，行纯良，最后一点最难也是关键，建立同时性的人生体验。至今为止，人类要不就是外求、外探、外寻、外起，要不就是闭关、自守、内敛、内寻，一层眼皮，两重世界。但是在新的纪元中，要求新人类要能睁着眼看着世界，同时又不丢了内在的宇宙。进入双核或多核运算时代，觉悟与生活将有机地融为一体，生活即道场。就像真坐在自己的客厅里，看着另一空间内的图书馆一样，双层或多层实相，一条或多条时间线被同时经历与展开，同时经历与觉察，让多维意识的运作方式真正地展现出来。所谓的地球维度扬升新时代，不是说物理场域空间的多重性发生什么改变，而是意识觉知的方式与方法发生本质的改变。这一改变从认知开始，在实践中增强，最终让我们的下两代人可以在宽松不扭曲的家庭文化中成长为新一代的地球居民。百年大计在历史中仅仅是一瞬，而在人类里是四代人的蜕变。真那一代先驱们用一生留下了众多现在脍炙人口的新文明经典，还有很多二代的师傅们活跃在当今全球的各地。三代的星际种子、靛蓝儿童、水晶灵魂已进入载具，并茁壮成长着。现阶段15到30岁的女性是地球是否成功达成扬升的关键所在，因为一个母亲的认知决定一个家庭的文化导向，一个老祖母的智慧决定了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切断家族业力负面影响最便捷有效的形式，就是妈妈们能完成自我内在灵魂觉醒。对于多数常人来说，灵体的显化频率与我们物质实相上的显化刷新率是不同的，因此即使我们与灵体都在同一个空间内，彼此也是不可见的。除非你经过特别的意识训练，让自己感知频率的刷新率从当下的每秒24帧提高3到5倍，就像是一个高速旋转着的电风扇叶，它就在你的面前，你却无法看到它。相反的，试想你的频率就是那高速的电扇，你是否能看到比你频率慢许多的物质呢？有人会想，石头不动，我在高速的列车上是能看到它的，高速是可以看见低速的。其实并不尽然，用延迟摄影技术，你就会发现感知速率差会带来影像的消失。所以低频的鬼魂或高频的圣灵，就算此刻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也是看不到他们的。不过高频意识可以通过练习形成主动降频，让自己看见或感知到低频实相。但主体为低频的意识体是无法迅速地形成认知突破而进入高频实相的。还有一种隐身，就是超感知隐身。人类的载具被设定在外在可感知的频段，超过这个频段就无法感知与理解它，哪怕就在面前。现在影视剧利用蓝幕或绿幕可达成同样的效果。为了能保持各个平行频段影像和故事的独立性，高频意识体们并不随意扰乱低频维度的故事进程，避免过度地激发起不必要的宗教迷信或外求、外起、外寻的风潮。很多人怕灵修后看见鬼，
其实这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我们所谓的鬼都是些滞留灵，再有其他的灵体，就是高灵、守护灵、探亲的灵体、指导灵、接引灵、精灵，前者属于低频实相，后者属于高频实相。什么人容易看见鬼呢？小孩子，天眼未被尘世所迷前，他通透的心灵可以带来广谱的内在视觉，并且分不出哪些是外在视觉，哪些是内在视觉。心灰意冷的人，内在被恐惧、颓废、无助等信念掏空了意志力，自身频率与鬼魂相差无几，也能同类相见。开悟者，凭借着高频意识，可广普无瑕疵、无成见地观天地万物。当然，开悟不是一道门槛，而是一个长长的门廊。开悟者与开悟者之间的境界可以相差甚远，所以同是开悟者，也有所能见的差异，形成天壤般见识上的差别。修行者和高阶意识约会的几种可能性：一、意识空间内的对接，双方约定一个低频意识可以进入的最高意识领域，彼此按照自己的喜好显化出一个形态，然后形成信息的交流与意识的互动。不过这样的互动因为发生在内在意识中，肉身大脑一般不会形成稳固的记忆，除非已经达成了内外自我意识的完美融合。二、梦中相见。梦是意识流的中转站，高维意识可以潜入你营造的梦里，或你被邀请进入高维意识营造的梦里。但是因为我们脑中素材的缘故，这一过程哪怕被记忆，也会在转译的过程中形成变形，人物与场景对话内容都会被脑海中已有的素材所转译，不然就无法形成可记忆的梦。你记得你们形成了对话，并且你很清楚那对你很重要，但是就是无法想起来。三，借由可见的其他途径显化给你，他会把念头直接植入到你的脑海里，就好像突发的灵感或洞见、第六感一般，也可能借由电视、广播、路边广告作为媒介，让你随意一瞥看到那些信息。如果你把高我逼急了，他甚至会直接显化成某个人，就那样的走进你的生活里，把该说的话都道给你听。不过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滚刀肉，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知而不觉。他有万般良苦用心，我有规矩成见，改变不是不能，等下辈子吧。四，极少见，直接显化到你面前，用极其震撼的效果与当事人互动。不过只有当事人或灵媒能看见，其他人只看见一个疯子对着空气在说话。当今社会看到这样的神人，先别急着崇拜，最好先搞清那人是否戴着隐形耳麦在打电话呢。至此，本书的第二卷到了它结束的时候。上下两卷中，我们经历了散瞳和再次聚焦的过程，我们一起撕开了眼前的大幕，让较为深远的多重实相、多重身份、多重自我同时显现了出来。一个更加开放的认知，一个渴望融通的探索被启迪而发动。人生中不光光是眼前的苟且世俗的往复，还有更多更大的意义在孕育着。我知道了，我这个小角色不过是钟摆上的齿轮，但每一个齿轮都拥有着它本身无可替代的价值，并整体影响着全局。演绎了真的鲁伯已经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线，但是他的其他身份还在继续着其冒险。人的一生可以什么都不做，也可以去追求任何东西，哪怕不被别人认可与接受。没有对错，都是经历，都有价值和意义。唯独请不要陷入纠结，那会摧毁你的内在热忱。世界本就没有公平可言，如果因此陷入不甘，那也太幼稚了。每个人都知道业力，
它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就是你的功课是预观其微的如果在催生着它。轮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生命也不是八苦的集会，你来了就去享受它的过程，演好自己的角色，并收割走属于你的蜂蜜。如果你觉得冤，那一定是因为你犹如狗熊掰棒子般的走过了自己的生命，经历一样不少，却没能及时反思，萃取出智慧的精华。如果你每年每十年都比过往要更成熟了，更聪明了，那你就不会倦怠与无聊。最后再一次提醒你，你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单，虽然你的家人都是你异化的产物，但你的转世角色、对等人格、重复性的多次元自我都在你的身边与你形成觉受上的互补。或许你会有所遗憾，不过别太在意，一切可能性都将被充分的探索。你的所有如果都已经实现、正在实现或即将达成，而你的最终完形并非遥不可及，它已经在那里了，就是它在安排着一切，包括你今天看到的这本书的这最后一行话。记住，同时性意识着你尚未启程，已经到达，达成完美的成功就是你无可躲避的宿命。